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今天要拍的影片是观众建议我的出装。那原本的装备呢，我也已经玩腻了，所以就来试试看喽。这位观众给的建议装备是骑手三阶打野刀，然后攻速鞋、圣剑，接着是破阵长矛、全能武器、王者之剑。我们就用这套打打看吧。我个人一开始是觉得，看起来一把圣剑应该暴击量不会这么高，可是暴下去伤害应该是非常高的，有看头。这边我想跟各位聊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严肃的观念，就是这世上的一切可以这么美好的运行着，有一部分呢靠的是植物的行光合作用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？因为你爸的前后摆动。这边呢，我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教学，那就是先隐形，然后，没有啊，没有教学，就他就敲死了。而且为什么我试的没有大绝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这兔子哪里来的勇气在那边吃冰啊？跟你讲，当我拿起刀，就是切蛋糕。做完坏事，赶快溜喽！那这边看到兔子在上路，我们看到有蓝反野，我们反起来。接着我们去中路，借路过之名行偷吃之时。小兔崽子，敢偷吃你！哥钓的不是鱼，哥钓的是包皮。这一切都是我的
阴囊妙计，我的偷袭你看不见。好啦，那今天这套装备呢，我个人认为是暴击率虽然不高，但是伤害量却是非常可观的。我是卢哥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如果你喜欢我这部影片呢，欢迎帮我按个喜欢。那如果不喜欢呢，就按个订阅吧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